好，大家準備嗎 OK， 各位傳媒朋友，過去幾日大家都看到香港的確診個案咧係急速上升，個急速上升的程度咧係即係近幾個月嚟咧係今次咧非常之嚴峻嘅。所以咧我哋都同意咧，而家喺即係喺香港中小學、幼稚園是否要停課呢個問題上面咧，我哋係需要咧係作出一個決定係停課嘅。咁呢個停課嘅決定咧，我相信就係最要防止學校咧成為咗一個咧係嗰個感染嘅傳播嘅一個地方。咁令到咧我哋嗰個整體嘅疫情嘅問題咧係可以得以緩和落嚟。過去幾日政府呢採取一個以學校為本，即係自己學校呢係決定嘅一個做法，恐怕已經呢唔能夠應付得到而家嘅情況啦。我哋需要有一個呢係全面嘅一個香港嘅一個做法，嚟到呢係令到學校、家長同學生都有一個呢係依循。咁喺呢個過程裏頭呢，我哋亦都向學校校長啊、老師等等咧，係請教佢哋，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嘅睇法。佢哋有幾個好重要嘅關注咧，係我希望咧係教育局咧能夠去考慮嘅。我哋知道咧，而家教育局咧仲開緊會，咁佢哋稍後咧就會出嚟宣布啦。咁佢開會嘅時候咧，我哋希望佢考慮到咧就係、是、學校咧，譬如話小學咧好關注咧就係、是、嗰、那個呢個呈分試嗰個安排係點樣咧？咁又例如咧，係中學方面咧，就係、是、中一嘅編班試啦，或者中三升中四咧，佢哋有一啲咧係選科嘅考試等等，呢一啲咧都係學校咧係非常之關注嘅問題，點樣能夠咧係好好咁處理？我希望咧教育局喺安排，即係作出整體嘅安排嘅時候咧，能夠咧就住呢啲問題咧都有一個好嘅安排，係即係彈性處理啊，定係延遲做啊等等。咁我喺呢度咧亦都想提一提。喺星期三咧，係教育局咧係宣布咗咧，中小學咧係有一個有關咧防疫嘅一個特別津貼啊。咁咧喺尋日咧，社福處咧亦都係宣布咗咧，就住幼兒中心咧方面咧，亦都有一個特殊嘅防疫津貼。但係咧喺呢度咧就遺漏咗一部分咧，就係幼稚園。幼稚園而家係喺面對住呢個防疫問題上面咧，喺幾個月之前有一個防疫津貼，但係一早已經用曬啦。咁而家個問題，即係佢哋亦都面對住咧，係即係防疫好多嘅需要。政府係咪應該咧係盡快咧係去做一個決定，就係、是、幼稚園咧亦都應該有一個防疫津貼，唔應該咧係被遺漏嘅嚇。咁幼稚園咧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有好多K 一啊 K 二嘅學生咧，可能都係冇翻學啊等等咧。佢哋之前咧係政府提供俾佢哋一個額外嘅津貼咧，其實而家咧都已經係唔夠噶啦嚇。咁喺我哋喺方希望咧係政府就住幼稚園嘅防疫方面，同埋咧係學生冇即係可能停咗學啊等等嘅情況之下咧，嗰個特別津貼咧都能夠咧係提供翻俾幼稚園。第二次我想講嘅就係咁樣嚇，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即係就住。